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欢迎来到我频道。本期视频是由 GVP Vancouver Power Sport 赞助播出。今天又回到了 GVP， 大家看后边是谁？2023年的最新的 Sea-Doo Explorer。今天非常有幸 ，GVP 请我来测评一下这个最新款的摩托艇。之前的视频大家也看到了，我的朋友 Rex 他也买了一台这个 Explorer。好，现在都连好了，好像就是我的船一样。我们又回到了 McDonald Beach， 大家看看，今天的下午天气非常好。Sea-Doo Explorer 是 Sea-Doo 2023年的最新产品，它是一台以探险、露营为主题的这么一台摩托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这台和我的好友 Rex 的一模一样，今天他也会来。摩托艇适不适合一家人来出游？大家可能也许知道，也许不知道。我老婆和女儿都不是特别喜欢跟我出海，因为他们比较容易晕船。摩托艇的一个优势就是摩托艇是很不容易晕船的，即使你在船上比较容易晕，像我那台 Kingfisher， 3025也不算小了，他们还是会晕。但是我相信他们今天在摩托艇上的感受会非常好，因为摩托艇离水面很近，而且一直有风吹着，基本上很难晕船。Hello， 小朋友，跟 YouTube say hi， 跟 YouTube say hi。今天我们两家人，然后两台 Fish Pro， 现在准备出发。咱们要去骑摩托艇出去了，开心不开心啊？开心。哦，哇哦，好了，我们的摩托艇已经下水了，马上准备出发。好啊，我们两台 Explorer 都已经下来了，然后两家人，六个人。Rex 老婆今天没法来，因为他们是一家四口，所以我们现在两家六口准备上这个 Sea-Doo Explorer， 我们去探险一把。我的宝贝儿 Claire 已经上了，虽然我的摩托艇是2019年买的，4年了。Claire 这是第一次上摩托艇，对不对？测评一下最新的 Sea-Doo， 测评一下最新的 Sea-Doo Explorer， 怎么样 ？So far so good？ All right。抓这儿，宝宝，你抓这儿。先往这边开去喽。妈妈以前就抓。好，我们一家三口已经上来了 ，Rex 一家三口也上来了。等一下，路带着孩子有点混乱啊，我们准备出发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出发啦。问一下啊，九九怎么样？好玩不好玩？好玩吧，而且不晕吧？ Let's go， let's do it。比船好多了。你跟我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，是不是比船好多了？ Let's do it。趴进去。看 Rex， 趴进去。Let's do it。挂了。Go， 是吧？